双腿距离心脏远，长时间久站久坐或是过度劳累，都容易使血液及淋巴循环变差，代谢下降及过多水分堆积在小腿成了水肿，久了就变成肥胖。活动脚踝，放松骨头间的韧带，有助淋巴流动，排出老废物质及水分，消除双腿疲劳。日本瘦身权威和田清香表示，脚踝运动让脚踝变得柔软，血液循环变好，进而改善身体代谢，脚底冷，更能消除小腿的水肿，进而瘦下小腿。今天来推荐脚踝绕八字，把水肿的小腿瘦下来吧。第一，仰躺，双腿打开与肩同宽。第二，转动双脚脚踝，描绘八字形。第三，接着转动脚踝，画出横的八字形，重复这个动作十次。另外，洗完澡后活动脚踝，除了改善血液循环及瘦小腿，也能改善睡眠品质。睡眠充足了，更有助于瘦身与消水肿哦。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，还要记得去按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。